十几年前的文件原来一直都有问题。好在有 ETC， 响转案同时搞翻掂份契。唔系第日卖楼唔知点算。唉，唔系同阿妈去签份文件都唔发现。好在有 ETC， 佢哋够细心，我先可以及早带佢去睇医生。好在有 ETC， 一直相伴，让你安心。中局借钱梗要还，咪俾钱中介。